非常遗憾吧，我们获得了第二名，我相信我们到后面也能咬得住。把那个个人全能的金牌给张博恒吧，他太不容易了。今天是我情绪最难受的一天，大家也都会在说，即使不掉两次杠都还有希望吧。看到苏伟德走过混采区的时候，所有的中国记者都没有叫他，没有采访他，确实刚刚那一下真的挺难受的，但是后面还有比赛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为中国体操队加油，为张博恒也加油，你今天真的已经很棒。从他开始加强度开始，我就一直在哭，因为就是很能明显能看出来他为了全体，为了团队拼了。一个小伙子他顶住了全场的压力。我觉得大家肯定不会说这一枚金牌我们没有拿到就气馁，我相信大家可以及时的调整到进入备战下一场比赛的这种心态。